前写章节的话是这样，参考表。一句话写公开。未来还是以前的？那跟燕导解释一下，他等一下也许还会有一些变动了哈。对对对，看等一下协商，我们就挑一天，看是今天的下午还是礼拜一。礼拜一了。对，应该会跳到礼拜一去了。礼拜一了。这个看要不要，不要就删掉。这个是这样的方向。这个要了。嗯。丢，不要就删掉，都要看状况。那、啊、这个就是那个东西，你讲了三个月，有没有？那一起念，三个月要处理这个东西。啊，等一下，水的进状况再细部。好来，好，拜托啊、哦，好，谢谢。都草稿，你草稿我 OK 再弄。好，那现在各党团啊都已经到现场，我们就宣布开会啊。那么今天因为是第二轮的协商啊，所以我们只有请主计长啊，主计长啊来列席啊，来了解整个后续协商的结论。那么经过我们协商的结果啊，我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啊，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各位周上有没有分发？有分发啊。我们通案保留6案，念政委员会保留41案，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保留6案，经济委员会保留25案，财政委员会啊保留93案，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保留69案，交通委员会保留21案，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保留265案，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保留49案，合计啊，我们现在有575案保留，575案保留，那么冻结的金额总共有啊361.6459,000元。361亿，各位手上都有资料啊，各位手上都有资料。那么我们经过哦、啊、第一轮的审查，保留的部分我们不算在内啊。税入啊增列217.7835,000元税入哦，没有，这没有。赶快发给大家。赶快发给大家啊。好的，大家有没有拿到？那个这边，左边那个亲民党跟时代力量党团。好。税入啊、哦，增列217.7835,000元，啊、总减列数啊、哦，在八个委员会啊、哦，总共减列46.4496,000元。那么那一天的通案啊、哦，通案的部分，那一天通案的部分那个表在哪里？能不能影印？没有，没给那个。那个要整理影印，现在给大家通案的项目，有些项目会增加嘛，就是那一天的通案有几项嘛。哦，那一张啊，去 copy， 你赶快去 copy， 啊的 copy 啊 copy 给大家，你就全部 copy。来将通案的部分啊、哦，
那这个通案的部分有106年度跟105年度，还有今年度。他也分了，也分了。好，通案的部分啊，我们在第一次的协商会，我们有一个通山的比率，但是是一个暂定表，就是大陆地区旅会20%，国外旅会及出国教育训练会2%，委办会2%。设备及投资6%，对国内团体之捐助与政府机关间之补助3%，对地方政府之补助4%啊，这个是战略啊，在我们上一次的通山的比率，我们的暂定数，这个总数加起来啊，主计长，好来那个。第六项对地方的补助是2%，我不上一次是2%吧？对对 对, 對好，2%我们改2%，那这个加起来就是这個、加起来多少？哇，你尾数也要练出来，不要只有147啦，你们有算了吗？就107年度啦，多少？147.81，哈，81亿啦啊，147亿，8100万元呐啊，好，那现在加上减列46亿4049万6000元，46亿4000，总共多少？194亿，多少？2149万6000元，对不对？194亿，2149万6000元，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啊，是减略啊，194亿2149万6000元。现在那后续啊，保留的部分啊，那我们无法统计啊，保留的部分无法统计。194亿2149万6000元。好，那后续我们就听听大家的意见，针对今年的总预算啊，我们希望今天大家有一个。理性和谐的对谈的空间啊，然后今天大家做了一个协商的结论之后，我们下礼拜一再进行相关的总预算的审查了啊，下礼拜一开始了啊，今天还是要让协商有结论，但是保留了你们一定还有要检讨的部分嘛哈。好，我们现在请大家表示意见。首先来哪一个党团要好来李委员院长，我觉得这一次预算用这样子的协商方式，我觉得我个人觉得非常好，因为有达到实质对于部会政策大家的沟通，还有接下来我们虽然冻结的删的，从这一次朝野协商删减的增加数不是太多，但是我们保留非常多的冻结，也就是下个会期我们针对于在各部会政策，我们认为还需要从中把关监督的，我们仍旧有我们在野党的一些方法跟方式。毕竟在野党其实在某一些委员会连招委都没有，所以借由后续解冻的方法，书面报告或专案报告同意之后，使得动之可以达到在野党把关的目的。
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协商的数字看下来，就是减了一 total 是194亿，去年度总共是240亿，所以我们现在还有40，跟去年度还差46亿哦。但是这个通案的项目里面，我倒是有几个建议跟我们党团的看法。在大陆地区的旅费的部分，我们党团在第一轮的协商当中已经提出来，这两年跟大陆的沟通跟很多的其实并不好，所以大陆的旅费的部分，我们党团认为不得删除的比例不得低于20%。哦，那另外第三项的委办费的部分，今年度主计处提出来是2%，那去年度其实106年度我们委办费的比例是6%，但是委办费其实是占非常大的预算数。我现在不知道主计长有没有数字出来，委办费这一次在所有部会里面，你们的委办费加起来总数是多少？你有没有这个数字？那个麦克风打开。如果是2%的话，委办费会减少大概7亿。对，那但是我请问你，委办费的总数是多少？预算总数是多少？23亿。23亿。嗯。委办费只有23亿吗？你确定？你现在讲的是奖补助会，啊，现在是委办费。哦，他是好委办费，所以奖补助费没有在这个。有对团国内团体之捐助与政府机关间之补助，还有设备及投资。但是院长，我现在讲的是委办费。委办费会只有42、30，不是3000多亿吧？我们这谈的委办费是347亿。哦，三百。371，371亿的委办费。我们认为这个委办费的比例要增加，因为去年是6%。如果说是对地方国内团体的捐助跟补助，我个人觉得应该让主计处去做一些调控处理。我不坚持，因为有一些是弱势团体的补助，有一些是地方的需求，只要公平平均，你们有一个 SOP 该补助的标准，我都觉得应该授权你们去做处理。但是有关委办费的部分，去年度是6%，今年就只有3.2%。我觉得那个比例事实上是应该要维持的，这是我第二点的建议。除了大陆地区跟委办费的部分，第三点的建议，因为我们现在前几年我还有看到通案删除的部分有含水电，我觉得水电也应该纳进来，因为水电这一次我们都没有删除。那我觉得现在政府都在提倡节能减碳，所以水电的比例我觉得也应该纳进来通案去做一些处理。删除多少我不去提比例，但是我觉得应该纳进来 通案里面去做一些处理，也达到政府在提倡这个我们要节能减碳的一些目的在。然后第四点，在政策宣传费的部分，各部会政策宣传费的部分，我觉得我们似乎主计处也应该拉出来通山的部分去做一些检讨。那这个比例我觉得大家可以讨论，我不坚持。但是对于像去年某一些部会还拿前瞻这个项目来去各部会去做花广告费来去做宣传，我个人是觉得不妥的。所以我的建议是，政策宣传费、水电费都应该纳入我们通山检讨的，对，应该纳进来通山检讨，对，对，四个，对，还有政令的宣，对，政策宣传费，政策宣传费，对啊，但是大陆地区我觉得比例应该要增加到20%，不得低于20%。然后另外委办费的部分，我觉得应该要再增啊，要再提升。好，来，请曾委员。好，谢谢院长。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有2点意见。第一点是国民党的立场。这一次的107年度的预算里边呢，假设是所有的公务员加薪的部分，国民党全力支持。另外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国计民生的部分，国民党也全力支持。
这个是整体的相关的原则的部分。第二点是，总预算总额度是1,9918亿，啊、哦，那假设加上前瞻建设今年的额度99亿，所以已经超过2兆。超过2兆的结果，我们历经8个委员会的删除，还有这两三天院长很辛苦的协调，结果现在删减的经费只有194亿2100多万。哦，但是各位想想看，这金额比去年成长一定的幅度，那又加上前瞻，那结果只有3减194亿。去年我们看看去年的规模，总删减的金额就超过240亿，所以我建议，除了这些加薪或者促进经济发展的，或者有助于国计民生的这些重点项目以外，其他的部分，有需要再进一步统筹的部分，尤其刚刚我们李彦秀书记长也提到那些项目，能够进一步检讨，国民党的主张就是，不得低于去年删减数240亿，哦，我觉得不可以低于这个数字，而且要更高啊。但是原则就是有加薪的部分，或者是有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那一部分我就不赞成删那一部分。谢谢。好，有来好来，李鸿钧李委员，这个总预算哦。在这样子的一个冗长的这样朝野协商哦，其实院长也真的很辛苦了哦，就从头主持到尾哦。那刚刚这个初步的结论也出来了哈、哦，那就诚如刚刚郑明忠委员跟李彦秀委员所提的哦，在今年就这个数字是194.2149亿哦。这个跟去年的落差是有一个距离哦。那在一个大方向大原则的话，就是说在整个的一个统三的一个方向的话，我们亲民党这边也赞成绝对不要低于去年的数字，大概就是240亿。那现在就是说，那这个怎么样子如何来处理，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在主计处这边哦，做一个合理的调整。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刚刚李彦秀委员也提到，其实像是委办费哦，一个政府机构哦，在委办费的话是应该要逐年降低的哦，这个是有它合理性哦，因为这个表示是一个政府机关本来就是有它的一个自主性哦。那你常常依序要用委办的方式的话，其实这个应该是要逐年降低。好、哦，所以在委办费这一边的话，应该是要比去年还来得低，这也应该要有这样的方向，这表示是政府的功能跟机能嘛。好、哦，而不然的话，你委办费是逐年增加的话，表示你是政府的行政部门是在萎缩的。哦，这个也不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方向哦。好、哦，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今天当然在这个地方最主要，因为保留的项目。保留的大概有500多万嘛，哈，院长刚才是国八贵人讲，575万嘛，哈，那这保留的部分，这575案里面，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在执政者这边如何来去做一个你们认为可以的，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认为现在的194亿的话，这个删得太少了，哦，那当然不是说因为这样就叫做少，因为这个你也必须要有一个合理性嘛，哦，所以应该是如何来去调整，哦，调整到至少也要不要低于去年的一个方向的话，我想这个才有下一步的可以来谈的方向，哦，这是我们亲民党的意见，谢谢。好，有明兄。我这边想请问主议长，就是说如果194的话，那到底比例占多少哈？那我们现在如果跟去年，就其他两位党团都有表达嘛，如果跟去年一致趋近的话，大概差46亿了。好，那是不是有可能把去年统三的一些科目就拿回来，然后加上刚才讲水电这一块，哈，就是节能减碳哈，那这个我们也支持哈。那我会觉得说，除了帮人民
钱包把关之外，其实我们也希望透过预算案推动一些改革，所以我们在比如说陈抗这一块、体改这一块、美改这一块，其实都希望透过这些给我们行政部门一些压力。好，那也跟院长那边报告，好，关于矫正署这一块他们也在沟通了。好啊，不过我相信透过这个方式，其实我们行政部门除了真的钱要好好用之外，好，我想很多制度上其实也要做改革。不过我是觉得如果真的是加薪3%哦，好，你预算规模本应该就应该膨胀，好，不要给我们一种压力，就说啊，没有，我从其他地方已经删减了。好，我觉得如果是加薪3%，预算规模就让它膨胀，好，因为这才是合理的嘛。好，好，谢谢。好，来请民进党党团。首先在这里感谢各党团在这段时间里面大家很耐心坐下来。期间能有一些争执，我是觉得这个是过程中必然之恶了哈。那反正能够往前推，这是最好的哈。那我们也曾经很长时间在野党，我也了解在野党挑战执政党是天经地义的哈。对于预算的看紧哈，那当然执政党我们也不会一味的是护航的，所以这段时间大家也看到，我们该接受都接受哈。那不管大家提的主建议等等哈，那这是我们第一个立场。那对于刚才各位所发言、各党团所发言的哈，我们甚表接受哈。首先第一个哈，就是说你们只要认为哈，删减数多少，当然我们你的看法我是可以接受的哈，因为每年删减大概都有一定比例，都有一定比例哈。所以维持在今年水准以上稍微一点点，这个还可忍受。但是在这个地方哈，我要谈一个，就是说刚才有提到几个问题，就是加薪哈。因为今年有加薪，所以赖院长上来以后为了加薪哈，然后呢加薪总共180亿，另外还有什么，另外还有就是说法定支出增加的超10亿，所以就有190亿。他为了这190亿的时候，当然他也在总预算上面加68亿，但是呢他删减掉117亿。这个就是说删减的部分大部分都从委办啊、那个委办啊、补助等等有先删一次，所以看得出来今天委办为什么会少增加2%。当然前面有三个4%先删掉了。那事实上政府在政务的推动上面，去有关于科技研发上面，比方说这些都是委办会用，有些是将补助向下挪出来。那我们要把握一个原则，就是说整个政府正式要往前推动的时候，当然有教科文的比例，另外也有国防预算和 GDP 的成长上面要同步的，这些都是要守住的原则。那还有这么多的政策要推动，再都是要预算的配合啊。那另外就是法律案，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我们今天对于前刚才郑明忠有提到前瞻部分哈，前瞻部分是另外一个部分啊。所以总预算是总预算，这个要先切开来。今年比较特殊的情况的情况，我加薪。那我们总预算大家这么辛苦，就是说我们希望说这个临时会能够如期完成。所以有加薪的部分，所以有先删一次。当然未来要达到一定的大家所能够接受的范围，当然有赖主席处再去重新调整，太细的我们谈不来啊。那政府的政策应该怎么弄，要怎么调整，他我想行政院最清楚。那主席长这么多年来他在这个领域上面他是非常清楚，包括去年也是最后他去整理出来，到最后会给大家来看哈。那有关改革的部分，当然我们也希望改革哈。那最后就是我要谈一个，就是说各位刚才所没有谈的，我们一个很实际性的问题。那我们希望现在有关于矫正署的部分能够赶快协商完成，那个部分先放在旁边。其实农后那边有结果没有结果也是一回事情，但我们同样要面对。你说现在整个过程中会发生很凌乱的事情。那李彦秀委员一直讲说，这个等一下我们还要再修正，我们要修正，我们这个要表达我们的立场，我们这可能文字要调整，
或是有些案子我们要抽换，这案子就结不好，我们要换新案子，这就所谓的，抽换案子啊、哦，还有有些对案，在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我们有立场，但是呢，我们要表达我们立场，有对案的问题发生，也就我们要提对案嘛，所以这个案量会稍微再膨胀一点。那我们执政党是这样，让家属警龙家属，我们要到各部会去面对检验，面对考验，让他去克服一些问题。所以呢，要这样来报告，我们都没有意见。我是拜托到下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现在包括所有的总预算，大家看一看哦，很多委员会几乎是每一幕都是有报告，哦，有没有报告？换句话就是说，会总预算在审第二次。所以有些书面的，啊，书面同意的话，大家尽量同意。真正大的议题，接着要来委员会好好做专案报告，当然也是应该的。我们希望说，下学期我们不要在这个总预算上面还在转。我们下学期有下一个新的目标，也有法案以及政策，大家都要推动的。我想也很多委员个别提案，下学期也要面对，包括一些问题啊，包括空屋、矿业法、公司法等哈、啊。当然有今年年改。哦，有一些重大法案会，大家都要重新，要一步一步来面对，所以要留很多时间，让委员会来好好审查一些法案，这是大家，我想大家能够清楚的。那回到总预算来讲的话，就是说，那喜欢，那省这么多，然后一张一张丢来丢去，然后哇，好，可以哈、哦，有些可能有些错误，哦，那到各部委回去要去重新看过，我们要求重新看过。然后他们觉得要修正有改对案的话，我们会提出。当然，咱就是也无省心三工啊，拜三。我要如期完成的话，这时间是紧凑的。紧凑的时候说，我想苏院长这边也很清楚。然后有对案要赶快提出来，因为咱印影出来，大家看一下，大家爱去签嘛。对，我可以，我们来讨论看看。我说。包括我们也有一些对案要赶快提出来啊，好、哦，那到底这个截止算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现在 A 岛，因为情况，希望他都拜到礼拜两个加班了、啊，哦，因为这些很辛苦，他们最忙，而且、那个要很精确的数字都要出来，或者数字不对的话，再闹笑话，这个就不行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谈，应该谈就是说程序上进行，大家要怎么来让它能够顺利完成。第一个，哦，对案赶快提出来，哦，这个时间大家来谈看看，好、哦，哎，换案了、啊、等等。那至于有新案的话，一个很简单的数字，大家各党一致哈。我们归案一来，大家讲，哦，我干嘛？我们有新的立场，有一个对案新案，那种新案。啊、哦，我们一定的数目，大家来公告嘛，对吧？立场表达了哈，那、哦、个就了。哦，虽然我没在容忍，一直说招大家相信，但最后的时刻因为要个引嘛，引嘛个引那个哎，好大家看哦。那这样子出来的时候，可能我们要看这个，我们可以不可以接受？所以每一党讲实际一点，新案的有新案的话，控制在十案以内啦。我想这个数字大家先有个概念，大家谈看没有关系哈、哦。这个是还有要提对案的，要抽完的案子要赶快，等一下让院长来裁示，这就让院长来裁示哈、哦，因为。这边，啊，立法院这边还要去整理，还要加班，然后礼拜一到接下来未来什么礼拜一角逐的话，我们希望下午能够再谈矫正署的部分，那这大概是到时候就完成了，还要再印嘛哈、哦。那我会拜托，既然这样的话，国民党有一些哈、哦、本来就拿来做集体罢工的武器，哈、哦，就是说会用太阳弹手的部分，那部分拜托。不，这是就是一个无法讲的袂使，起码哎哦，等我们谈好那边要处理，不啦，还有拜托你处理了，我用拜托的中学赛啊，拜托处理哈。无今晚我报会员到头，当然我处理不了了哈。啊，好，然后礼拜我觉得新的要怎么做，大家再来讨论哈。礼拜一怎么？那未来再来讨论，先把这个原则先谈。来，好来。我觉得柯总召这一次。跟我们大家协商预算的方式，最起码在态度上是我们稍微可以接受的。高度肯定一向如此。但是我还是要强调，
第一，我还是认为通案的部分很明确的，不可能比去年度删的比例少，这是大原则。至于刚才柯总召提的程序的部分，我觉得因为现在我们通案第二轮还没有走完，那如果要我们，譬如说你说下午就要全部就是要测清楚，我觉得恐怕有困难。我来，院长，那我就先提这个部分，我恐怕有困难。至于刚才提到说新的提案在一定的比例之内有一些表达，哦，我觉得这个是我可以接受的，因为增加的案其实不会太多了，哦，增加案不会太多了，我大概大家有一个共识，用个位数来处理了哈。对，就是有一个数目字，我是可以接受，但是如果说要到下午，我们抽换完成要下午弄，我们人都在这边，我没有办法下去作业，所以恐怕我会期望是在下礼拜一要处理之前，我们来去做一些把它处理完成，可能要给我一点时间来去做一些处理，或周末我们来加班，我们同仁来加班，把这些事情把它完成处理好。你觉得找得到地方人？哎啦，伊嘛是爱加，伊嘛是爱加班嘛。好，你还有没有党团要表示意见？大原则、大方向，其实现在都已经雏形都出来了。是啦，我都爱听大家，我都爱处理。已经过了，好吧？原则上我们亲民党也同意这个方向。好，即卖就是最主要是两个而已的。第一个就是说，要新提新案的话，当然就是这个是政党表达的立场的啦。哎，案子就不要多，这个我们也同意的。嗯，哦，这个个位数啦，嘿啦，好，这个我们也同意。好，那至于就是说，在之前的这些案子如何来抽换的大方向，就是说，因为现在执政党这边也同意这个方向了，就是说比例上不会比去年来的少。哦，啊，这个大家就从这个方向角度上来看，大家就可以有这个空间来去有些合理性的该删的。有些觉得可以不需要删的，可以退的，或者不需要保留的，然后在保留部分就有它的空间出来嘛。好，这个最后请院长来裁示了。好，对，我想游戏规则讲清楚很重要了。好，就是说如果增加新案数目啊多少，好，因为其实啊，我们之前我们在谈协商规则的时候，我那时候也提哈，不要谈感觉了。最后，好，那我这边要确定一下，那如果执政党团提的所谓对案也是算在新案里面，不是对案不算，对嘛？所以对案当然不算了，好，对案不算了。所以我觉得这要讲清楚嘛，好，这要讲清楚哈。新案对案，好，啊，执政党团可以提对案，对，好，那在党团可不可以提对案？好，不是你们就一，不，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案子的你提出的案子的对案，好，对啊，对，好，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抽换案的话，就按照原案数嘛，对不对？不是一个人说，哎，那怎么可能对案？对，那怎么对案？所谓抽换案是什么意思啊？划归案来对属于他们的要抽换的，那个就是在原案数之下，那个好不好？好，对不对？不啦，不啦，你起码一年哪能一年哪三百案？各在三百案不是了，我处理。不，我跟你讲，柯总召，我讲这个哈，就是要厘清嘛，我没有要占你什么便宜，我只是说把这个讲清楚了，厘清好，比如说新案，好。对，各位数嘛，哈，两位数以内，各位数哈。然后如果是对岸，好，对岸当然不算在新案里面嘛，好，对不对？对岸只有我们有嘛？对对对，好，我们要讲。我们那抽换案的话，在我们这个目前的这个比例之下嘛，对不对？您讲一下，抽换案，我讲的抽换，我把它讲清楚。不不不，抽换案讲清楚。我来，不，我来，不啦，我来处理了。因为我刚才要点到底，因为就我了解了，我来处理，我来处理了。案子里面哦，案子里面写不够精准的，他说要写精准一个。不啦，不，你去换，去换。不，对了，我来，不是的，因为哈，不是院长跟总召哈，为什么觉得要讲清楚？我讲了，因为之前说啊都可以换啊，比如昨天。哦，审到未还的时候，我们就案子又不能换，然后就说没有，因为秘书长已经讲说，从前天就开始。只要融入你人，蛮会公开，要不？我跟你说，就是融入你人，就是这么和谐，我们大家只是在讲程序嘛。我跟你说，程序讲清楚，然后不要。好了，我够了。现在就讲清楚，给你听了嘛。对对对，因为我刚才有几亿嘛，蛮够会的哈。一定要大龙兄上困哦，龙兄上困，我讲你要正一定要调整的，我主要是讲。有要出案就是啊，你研究到他们有几个案子，他们觉得这个本案内容他要改一下嘛，
这个是改嘛？对啊，就是这样。对，黑的。那改文字而已啊，改文字要表决的文字啊，改文字的表决。但是，哎，但是不是讲你基本能把拢拢换嘞？不是啦，我讲你错在万古。我告诉你，不是错在万古。那有限的，你们要改文字，他那你改嘛哈。黑的。好啦，我。黑的。黑的。他自己写错了，他认为他自己写错，那不对的。有我，比如说我讲白一点啦，同一个案子，有两个不，好，同一个案子有两个不同的表征，那个都是的，他们要抽掉嘛。黑的这样子的哈，这一次的总预算真的是很难得，安尼大家这么有耐心哦，每一天都搞到八九点，甚至有一天到十二点哦。啊，搞到一点半了、哦、哈！我们的公报处啊、哦，每天晚上都是彻夜加班呐、啊，包括委员会的委员呐、啊、哦。那现在公报私仇，现在啊、哦，我们先确认第一点呐、啊、哦，就是今年的三减预算数啊、哦，不得低于去年的240亿，这一点大家有没有共识？好，执政党这边好接受，那接受了啊。好、哦，这个这不得低于去年的240亿啦哦，这个总是有一定的固定的比例啦哦。那第二，我们就以通案先来讲啦哦。通案，国民党党团希望加上水电会政策宣导会这两项，主计长你。有没有意见？你有意见，你就要表达哦。跟那个各位委员报告，主席各位委员报告，水电会啊、哦，目前我们一年的金额是70亿的，那我们今年已经少了5000多万了啦。那个水电会都已经大概接近一个平稳的一个情况。水电会事实上我们已经删了，今年我们主动的就删了5000多万了。没关系，他主席长，我没有去讨论比例，我要删多少？好了，但是一块钱也是删啊，精神的，没关系啦，我这块，那主席长当然会来说明啦，哈、哦，那我等一下再来做裁决，好、啊哦，政策宣导会哈、哦，我们今年跟去年都是编了大概是9.2亿的，不啦，这里主席长是你。这边不删，你其他的还是要对对啊。那个政策宣导会如果要删的话，那是他比例你不必讲，你就自己调整、啊。因为好，那我们就删一点点，真的不这样子的。这不是删一点点，你事实的就做处理啊。好，过来跟我来过来，不删一点点、啊。来，我讲的比较精准了、啊，好不好？不要敷衍在野党。不会啊，我们从来没有敷衍在野党啊。他不可以讲说，因为这个是我们重点，不要讲差一点点。我讲一下，那个院长，院长是故意人啦、啊，哦，你忙个屁乌啦。政策先导会哦，其实在哦各委员会里面都有删嘛，包括行政院都有删。你个叫高淡薄还是对啦？好，我们会。我来讲啦，我现在主席长。就是现在是194亿嘛，哦，哦，2000多万呐、啊，哦，那大家有一个共识，不得低于240亿嘛，哦，这个你第一个概念你就要清楚嘛。那么在八个委员会经过协商所删掉的这个46亿4049万，这个一定要。纳入简列嘛，这是尊重协商的结论嘛，所以你务必自己要去增加至少46亿以上嘛。好，那你在那个国民党党团希望你把通山的项目纳入水电会政策宣导会，他并没有指定你要删减几个百分比嘛，你删减一就是一嘛，人家他也不在意嘛。再有，再有，再有，再有。不是的，你刚才说是授权，你是在意，不是，你是在意大陆地区旅会嘛，要20%以上，那你总数你总是要让他自己去调整，他要调整50亿左右，也没有那么容易啦。我们凭良心讲啦，哦，
所以你他就这两项啊，你纳入，但是啊，比例我们让他自己去调整啊。你再指定的话啊，那好、啊，他可能真的有我讲一句真话啦，地方的派出所的水电费每一年都不够了。他们都要向外募款呐、啊，我这个我地方政府哦啊，所以我们三水电会不一定是对的，是会对于可能我们比较大的机关还没有问题啦。你到地方啦、啊，像地方法院啦、啊、地方的派出所啦、啊、消防队那个都很麻烦啦、啊。我知道啦，我当过地方县长，我很清楚。所以你自己去斟酌要多少比例啦。他只要把这个项目纳入了，你斟酌了啊、哦，然后你要增加哪一些？因为今年度跟去年度跟前年度，你有几个项目没有统算到了啊、哦？像房屋建筑、车辆及办公器具、设施及机械设备，这个你自己去衡量，你要加什么项目？这个、我们党团之间不会干预啦，因为你要筹措。这五十亿左右，你总不能都是从这六项里面哇？那这个大家对这地方政府的补助，你再跟他多删哦，地方政府都来抗议了啦。好、哦，好、哦，所以你就增加水电费、政策宣导费的删除，那大陆地区的旅费不得低20%，你要再增加，大家都不反对。好、哦。好，五岁不反对，他就20以上、啊，你这边已经20了嘛，啊、哦，你斟酌了啊、哦，然后你就办费，院长委办费要增加，去年度会啦，他要增加50亿，他务必会增加了，不然50亿怎么来？好、哦，所以你就针对这个方向去啊、把通山啊、哦、增加到240亿以上啦。哦，这个好、哦，那像就是统山的简列啦，通山嘛，就是通山啦，哦。要简列46亿。我讲啦，我讲的绝对拢对啦，我伫只心查要几礼拜呀，我去。我心查25年啦。系啊。通山的部分，你就要啊、哦、增加到240亿以上啦。对。好、哦，那你调整一下，也不要太浪费，尽量能够、哦、把它简略的部分，你觉得这个、哦、比较浪费，你就把它减多一点、哦、这样、哦、这个目标啦、哦、这个第一个啦、哦、这个各党团没有意见啦、哦、因为增加两个项目，那要另外再增加几个项目，那你们自己斟酌啦，授权啦，弹性由你们自己调整啦，那就是要增加到240亿以上了。好、哦，第二，这个就针对各党团了啊、哦。我们保留575案，这里面，好、哦、有蛮多其实是比较没有那么，因为已经是不是黑了、啊，没有那么真实，不是在委员会各委员会的每一幕讨论的部分了啊。哦，通山的部分我们请大家撤案啦、啊、就是没有那么坚持的、啊、对好好不好好啊，这个尽量撤，我们看最后的数字出来再去做最后的检查，这没好消息，大家等会啦，好、哦、已经讲了、哎、好会啦，那就因为我们礼拜一，我们今天下午不处理啦，我们礼拜一早上10点开会我们再处理，但是你们要把案子要撤，我们礼拜那个案子就不要印了啊，所以下午我们是不是3点之前呢、啊？我们这个很快就结束，3点之前该撤的就撤了。院长，给我们再多一点时间。好，你要几点？5点。我来。那个燕秀来，刚刚讲的那两个原则大家都同意啊嘛？对、哦、啊，我们啊同意。他现在担这边担心的就是说，到时候没有到那个数字嘛。就是光他们担心的是这个问题，所以他们要他们撤，他们也不敢撤嘛。啊，来，现在打给下来留啊。对啦，我们就写一下嘛。写、哦、下来嘛，这个算超越协商的一个共识。对啦，这个就会共识了、啊，就会等一下写下来啦，就不会错了啦。好、啊，那个啊、哦，第一，今年度的
预算啊啊的三的减列啊减列不得低于去年的240亿啦，哦，不得低于240亿啦，这个第一个原则。第二，通山的部分加入除了第一次协商的6项之外，加入水电会政策宣导会啊，那么大陆地区的旅会不得低于20%，其余要增加项目以及比例授权主计处自行调整啊。好，这个没有问题吧？没有。哦，第三，好，三点，你觉得太晚？几点？应该4点，还是5点？没有关系，反正明天我们都会加班呢、啊。6点，晚上。好，保留案件6点之前呐、啊，哦，6点之前，好、哦。对，因为我们要沟通。那另外就是说，那个数字明天送来也可以，他们都在明天啦，因为他们都在。6点啦，那我们做业，那我们没胡啦。不会啦，其实院长，因为我们通案，我们通案只会做策划或甚至是撤。撤都是撤。对，所以其实不会增加他们太多的作业，因为他们那个他们还是留着。但是我撤，我要重新印一本啊、哦，来在礼拜一宣读啊。好，所以6点好了，我们就接受6点啦。6点啦、啊，你们就来撤啦。院长，原则上是这样，因为我怕内容我们要整理，因为我不是啦，那个我跟你讲，我跟他讲，我要留哪几个暗号，好不好？留一定的数量，留一定的暗号，但内容让我重新再来去做调整。那个没问题，内容我可能要写的。其实我讲真的啦，只要我们那两个通山的数字出来，数字那个减掉啊、哦，大概就一半了。对，但是我的文字啊，你们在委员会保留的，其实啊、哦。不多，大概100多万而已。对，但是我那个文字我都要啊，那个可以，那个好，这个是第三我要讲的啦啊、哦。对，6点之前呢啊、哦，把你们撤案的部分能够撤就撤啦。好、哦、啊，你们要抽换的部分也可以尽量在6点之前抽换啦。那文字你要修正，还是数字？不是哪一个新的就啊？这个就是讲到改一下而已。这个就是讲到刚才有明兄讲的啦哦。文字修正，所谓的抽换，哈、哦，就是说你不要说我本来10万减10万，现在减列20万，然后用这样抽换，这样没有意义啦。就是那个文字，你觉得应该做修正，让你的立场更坚定。啊、哦，这个修正才叫抽换。原要求哈、哦，或是啊，这个可以，我来哈、哦，我来处理了，好不好、哦？那这个叫抽换呐啊，这个应该叫调整文字的。调整文字的啊，调整文字就是抽换调整文字，而不是只是在数字上说、哦、我本来减列30，因为我们的数目都已经出来了嘛，委内通过的，我们不。那个文字的那个所谓的修正，那个不叫抽换，是应该主文。你觉得这个文字，你觉得叙述的不够清楚，我们要讲的更清楚，立场更清楚。对，回来表达立场，啊、这就是表决案啊。啊，这个就是表决的案子啦啊。哦、啊，这个是表决的案子啦啊。表决案子。好、啊，那第四哦、啊，这个6点之前呢、啊，哦、啊，我们希望大家，你们应该大概500几案都检视过了啦，好、啊，大概都检视过了啦啊。那只要6点之前送来，我们也不能2天都加班，让他们加天一班整理，然后礼拜一册子就出来嘛。礼拜一早上大家就检视了啊、哦。那新增的案子啊、哦，不要多于10案呐、啊，好、哦，这就9案以内，最多就是九案、哦，就最多就是9案嘛。好时间也是一样6点吗？还是6点呐、啊？那对岸这边呢也是6点？什么对岸？对岸呢、啊？对岸当我们对岸，你管我们对岸，我们在表决而已，但是表决对岸了、啊。不是啦。对啦，对岸你要什么时候提出？你们要有也有一个要求一个规则，要其他党接受，然后指认党自己生。对岸也让你们有。哎，那你因为哦，新增案子里面哦。我们看一看可以接受，不能接受，我们马上要解对啊，那你们要出来，我们才能解、啊。好，不然这样子的啊、哦。为什么对？好，大家都加班呐、啊。对岸新增的案子，今天6点之前呐、啊。对岸是明天6点之前呐、啊。礼拜六反正大家都不要，大家就加班嘛。我们也都加班呐、啊。要加班。阿内尔姆，阿内尔不好。对岸也是明天六点。好。
全部阿德吧，好不好？对啊，对啊，是都是六点吧？明天下午六点啊，就一天时间让大家，你至少要让我礼拜天整理嘛。所以所有的案子都是明天六点嘛，是不是？下午六点之前新案提进来了，新案提进，没有新案就不必了。嗯，对岸明天六点之前提进来了，包括文字调整、抽换文字的都明天六点了。阿弟，好，不要紧啦，不要紧啦。这样时间比较松，因为你礼拜天字。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对的啦。文字调整跟新案下午六点之前呐、啊，那对岸是明天下午六点之前呐、啊。好、哦、好不好？这样有没有意见？没有。阿德尔莫，可以可以。然后第三点，保我们同意有共识的部分，好、哦，我们礼拜一十点就开始先宣读了，有共识的啦，就是已经大家没有意见，委员会的部分就先宣读，保留的部分有八个委员会啦啊。哦，那我们就依序宣读了，就依序处理了，从内政委员开始处理了。好、哦，那处理通案要先处理哦。哦，对，通案，通案啊，通案，通案会在通案保留，也会在委员之前，通案跟八个委员会，然后就会依款项的项处理了。好、哦，那要处理八个委员会之前啊、哦，过去就不花园了啊！看这一次你们的意见怎么样？我们要求这一次每一个委员会，我们希望有至少两个人上来发言，包括通案的部分。对于我们这一次删除的结果，还有一些政策方向，我们希望有发言的机会。我们要求要发言，对，八个委员会加通案，啊、你们再加通案，那就九个。过去从来没有哦，哈、哦。好，马老来。好了，我是觉得哈，当然要诚意，下面拢会讲的啦。哦，只要我们不要滥竽充数，中搞得大家表决到天亮，要发言，我没有什么意见，那就那你们两个嘛，我们两个，这样一个，你们一个嘛，二一啦，啊，不要增加啦，二一啦，好，大家就是一个人會派招委去，我们派就招委，我们可能一个而已啊，那就这样子的啊、哦，好，如果你们都党团没有意见，我也没有意见嘛，反正。通案啊，八个委员会就九个，好，那每一个委员会就每一个就是国民党党团两个，亲民党党团一个，民进党党团两个，时代的力量党团一个，二二一一啦，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发言的啦，好，好不好？好，那礼拜一上午十点，我们就先针对有共识的部分先宣读处理，因为宣读过程你们保留的部分又可以再整理了。好，那赶快就把我刚才说啊，那大家院长，那个那这个通案之前，最后主计处的数字要出来，我们才没有问题的。就大家讲了之后清楚一点。好，我知道数字要好，那等一下就签嘛。对，大家还要签，不然我们怎么办？还有哦。还有我们讲真的啦，冻结案呐、啊，哦，我们希望在开议之后三个月内处理啦，啊，不然人、啊这个、就是他要专案来报告，因为民进党每一个委员会都有招委啊。啊，如果啊，我如果这样子啦，因为委员会的招委有抽签哪一个部会啦，三个月内该委员会如果不处理，好、哦，任何一个党团的招委得。排 好，超过三个月啦，我们尊重三个月该委员会的招委，但是超过三个月，院长、啊、好不好？过去其实像这个会期，如果我们的委员招委没有排，其实另外一个招委也都会排，预算不行啦、啊、我们要讲好啦，预算有崩溃，有啦。院长，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尊重各自的招委啦。两个招委事实上协商都可以，只要其实部会在政策上处理得好。其实卫环，因为卫环一直都是这样。
不啦，迄、那个其实做好政策做好沟通，我们这个真的是，因为我们有些冻结六分之一哦，你如果超过六个月没有处理，他的预算就不得动之了。院长，我觉得这关键就是在我们这次为什么其实删减的不多？我们这次朝野协商，我们在增加的删减数并不多，我们增加的是冻结数。冻结数的部分很多，我们都可以用书面。有一些是我们觉得比较大的政策才那个没有问题的，新南向都是专案报告。我觉得只要部会在沟通政策做得好，我觉得我们都是理性的在野党。我们这一次你看我们审查预算，我们也没有为杯葛而杯葛。对啦，我们如果随便杯葛，民进党也会放话修理我们。我们也不是这样的政党，所以院长您放心，我觉得向来这个解冻你不能给我们限制时间，这样我们变成我提早我干部去限制了接下来的招委一定要解冻，我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连秀，大家讲清楚，来，我先讲一下，我们这一届十绕活动当总召的时候，我把这个讲出来，也要谈到这个问题。他接受，因为报告的同一栋是1200多个案子，那怎么搞？这立完，我一直在点名说，立完各委员会天天在搞这个事情，根本什么事情都不要做，那都浪费白工嘛。所以那时候讲说，三个月，假如三个月到不排的话，自动生效。我买签了呀，那我买三个月是自动生效哦，很厉害。王一鸣，那么王一鸣签了，你登记上去，你就宴会先读过了，你就没有关系，重新来。后来姐，三个月到的时候不排的话，其他的招委可以排，啊，那就那个已经在宴会里面有先读过了。那农工今天哦，这个东西本各部的听说预算的动资哦。每次用这个在当武器，有三个月到又不排，整个会期不排，下个月再排，这样的整个行政团队没有办法做事的。这个议会早就先读过，但是大概好像尊，对好像尊重是无用。你他妈简单讲就是讲，他没有办法让他的招委100%做这种的方向。啊，三个月无搞到去，我们摆得好啊。简单讲就是讲，啊，恁家会当摆，恁的招委会当摆，因也袂去甲恁反对啦。哦，不是的，他招委要排除我们招委哦，有分部会，教文委员会两个招委，有的分文化部，有的分教育部。他如果教育部不排，就掉电啊。这个我跟这个朝野协商有先读过了，跟院秀委员报告啊、哦。去年是三个月，如果没有排解冻就主动生效，我们觉得这样不好了啊、哦。但是哦。把十二箱调出来就好了。那因为谁读过？不然你总是要有一个时间不排，不然三个月你觉得太短，你几个月啊、哦？那个啊，你总主副议副议案嘛，不是，总是要让其他的招委可以排啊，不然怎么解冻？不然怎么解冻？好、哦，你总是要一个路，嘿，一路套啦。谢谢院长啊，不过因为啊。因为假设限时解冻，这样没有限时解冻啊！我再讲还是跟他讲？你让我讲啊！按不你要讲你就按吗？不要讲话了啊！你现在帮你讲，现在讲了，你就让我讲啊！第一个，你限时解冻变成会限缩我们立法院的立法权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其实院长还有总召，你们放心，其实。只要合理，其实国民党的招委一定排。你看，没有发生过不排。有啦，很少啦，很少，很少。到这年底快要结束才排耶，很少啦。这你怎么叫公叫强外开公费啊？实际上很少，第不会啦。不啦，你们想一下。第三个啦，第三个，因为真的这变成限缩招委的权利啦。没有。哦，谢谢。我讲一下好了，暂停报告。这个哈、哦，我刚才讲那一段，大家注意听。本来讲好三个月不排自动生效，因为先读过，你们国民党大家签，妈，后来撤了，廖国栋后来撤了，不是后来撤，后来他跟我商量，我说没有关系，要重新来，再三个月到你不排，其他招委可以排，那个再重新先读过，因为先读过，因为先读过了，然后呢，现在我讲我为什么在提这个，因为大家都又不会叫公叫强，你想一想，三个月到。没有排已经是下会期了，超过一个会期了，那总预算还在绑这个，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那你能让整个政府不能推动，大家拢做客气的。有的他很多费用要支出了、啊，有的到时候最后连薪水都花不出来了，那在哪里财产法人？所以这个大家有基本的约束，三个月已经超过一个会期了，那会期哦，将来大家要考虑谁都有可能执政啊，所以应该要弄清楚这一点事情，不是现说你这个恶意这个恶意杯葛嘛？院长，这个宴会有宣读过。院长，这件事情哈，我们其实这一次大家都很理性的在看待预算。朝野协商，其实第一，我还是要再强调，我们三减数并不多，但是对于政策的冻结数，我们也是经过商量，而且大多数都是尊重院长您的裁决。我并没有说增加多少，院长说，哎，合理的十分之一，我们也都增加了十分之一，所以我们并没有说要求的特别多。这也就是显然的，其实在野党，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其他两个政党，其实都是很理性的。如果我们是恶意的背个某个部会的预算的话，我们背后不会没有民意支持，我们也一定有一个目的。那听我讲完，就是说这些东西一定是很多政策没有做好，我们才会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冻结不解冻，目的一定是要求它改善。如果我们解冻是无理取闹，民进党一定也放话修理我们，不用民进党放话修理，媒体也会修理我们。所以我觉得冻结的目的就是要把政策做好。那这是过去历年来的东西，我觉得你叫我现在去签说三个月自动生效，或者其他交委，可以从来没有说要自动生效，其实意思不要误导，好不好？好，即便你说三个月不解冻，其他交委也可以排，那也等于是把我们的手段放掉，因为这跟自动生效的意思是一样的。因为民进党每个委员会事实上都有招委，也能够排，但是我必须要提出，以在社福未还来讲，我们都行政单位都有来拜托我们说是不是可以解冻，但是后来我们的招委都说基本上我们不主动排解冻，但是民进党委员要排，我们只要经过协商我们都不反对。所以在社福未还委员会我们有这样子的潜力在，所以我觉得只要部会其实政策做得好，我觉得大家都是很理性的啦。我讲一下好了，你不要先，科长不要先以先以那样的心态再去看在野党。你也没讲，我怎样没讲什么？好，我讲讲白啦，那大家好好讲，什么叫政策没有做好的时候你就不排？你每一个都讲你这个政策都不好，代当中这种话随便讲就可以了。不要用了哈，我们今天不要再讨论这个事情，反正那个宴会有先读过，以后大家就照这个这种，我们会跟你好好商量嘛。那个这个，那是上会期的。燕秀，我是觉得这样子啦，你在未还哈、哦、是这个情况，但是每个委员会都自主，有的委员会他会分两个招委分部会。刚刚拜托。好、哦，那第二个，我们不是排了专案报告就一定自动解冻，因为我们目的是他报告。如果说招委连报告都不排，怎么知道政策执行的良与呢？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如果真的对冻结案是希望部会来说明。那应该更应该要排啊，我们怕的是不排报告，排了报告不见得就解冻，我想这个要厘清，不更没有什么自动生效这回事了啊，这个不要误导。哎，这个一起。我跟你讲一个啊，因为哈、哦、这个解冻案哦，那到每后会期讲到位开始开议嘛，十一月，迄个无一点啊意义都无啦。院长，要不然啦，经协商，两位招委协商同意。同意再处理，那我不能去剥夺招委的权利，委员会中心主义，我怎么在这边协商？没有剥夺啊，没有剥夺招委的权利啦。啊，燕秀，我是这样讲哈，因为预算案啊来了，先等一下啦，阿莲啦，如果真的现在彼此是有这样的一个，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当然就是说招委，当然就是说。因为招委他是分在委员会，他有区分嘛。那有区分的时候，在解冻案上面的话，那你解冻案你不去排就解冻不了。那你不去排就没有办法来报告，那你就没有办法去了解到究竟可不可以解冻。好，所以都有他的问题在。可是执政的招委跟在野的招委，当然也有他的立场在。那我们可以设定一个，就是说。比方说，在
一个时间点哈，像刚刚院长讲，就是说，如果在会期哈，一个会期前多少的时间，哦啊，如果不排的话，是不是另外一个可以另外一边的招委，也可以让他可以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也可以受，就是让他主动的可以来去排，哎，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问题就解决了嘛，哎呀。院长，那洪军总召的意思，那个三个月是不是在抽退起来？四个月啦。所以三个月是较短啦，啊，你会使讲差不多四到五个月哈，安尼来可能就会不会就方法就可以？对，也不能四个月。谢谢啦，因为二月开议，我们正式的会期只到六月底嘞，啊，你还是。六月五月底啦，啊，六月你四个月的话就六月了，可以开研会啊。我这里说明一下了，因为我是怕哈那个刚刚有点误导了。我们今天在这里协商后，院会同意是包括委员会本身如果决定冻结的案子，也要经过院会同意后，他才能冻结，所以并没有剥夺委员的权利，而是经由委员会的建议，院会同意后，院会对这样的权利呢予以跟委员会做个明确的授权你在。会期开议后三个月内，如果没有排专案报告，才能由其他的召委来排。这也是院会对委员会的授权，不是院会对委员会权利的剥夺。不要忘了哦，现在委员会要求在委员会冻结的数字，必须到院会同意后才算数，并不是院会去侵夺委员会的权利。这点要拜托哈，我们李书记长哈可以了解一下。院长，之前民进党在野的时候。解冻也都是排到非常晚的时间，包括101年度审查农委会的预算，你们解冻也是排到11月才来解冻。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都很理性的看待这些，因为我不知道我不是哎，你什么时候农委会来这边报拜一起报拜啊，我来讲哈，哪位柯总召开呀？都我来讲，我来卖三个月，你们也有啊？两个月，等一下，我讲一下，大家仔细听一下。如果民进党过去有这样哈，那也不是常态了哈，也不是常态。国民党也不会是常态啊。就听我讲一下。好，你讲。他照顾人5%，起码20%，20%，也有1/6的。我大家想一想哈，这程序啊，还以后各部会要送进来，到程序委员会宴会，到宴会再交下去。审完以后再走一次回去，这都有时程，所以都会拖到时间的，所以往往拖到下一期，所以我们会常常看到哈，常会看到说快年底的时候，对，哎，这个预算还没通过，这个东西大家想一想嘛，你现在想什么哪一年101年怎么样？那时候你们都国会多数的时候，你们也是排到11月才解冻，哪一个？第一个农委会那个那个亚苏啦。那个亚苏的案子啊，对啊，你们也是那时候有特殊状况啊，我就要起哄。我们的也是特殊，未来如果有这样状况也是特殊。我现在就讲游戏规则嘛，这样可以吗？无安尼啦，你迄个院秀员，无你感觉偌久偌久的时间啦、啊？你不能说永远不排啦，偌久？你觉得应该偌久啦？不然，嘿啦。我们不会永远不排了，因为谢谢院长，还有大家今天朝野党团从早上协商到现在，那其实气氛很好了，已经到了最后一点，那这一点写进去啊，就表示对我们国民党的党团强烈不信任了。哦，对不对？你说、哦、我们到时候一定不排，我们讲实在话，冻结假的，对啊，变成冻结又冻结半天，那你就改善掉算了，你说什么？我讲不要删掉嘛。总算卖了嘛。这样，我意思是说已经到最后一点了嘛。那我一说你这样，好像就是说强烈不信任，说我们一定不排。那其实我特别讲，您刚刚讲，你说亚苏那个时候有特殊状况，其实我们也是特殊状况才不会嘛。你说上会期，你说真正没有就是就陆委会嘛。那陆委会真的是。他也没有影响他业务。其实你要是我们也不也没有影响他业务，我真的也没影响他业务嘛，真的啊，事实上也没影响。我唔听啦，够有啦。啊不，安尼好唔好？大概成意啦，用这为原则啦。
不这样子好不好？第一会起啦，第二会起牌啦，就是一会起不排，第二会起就准他排，至少在八月、九月开议爱红白啦。不掉了吧？不要紧，那都第二会起总是应该可以接受吧？我等于因为好，已经让到九月，第二会起是九月份，你还不让他排？院长，真的不要明文写。明文写哦，我们两你要对啊，真的啊。啊，这无这哦，这看这边要怎处理。调活动是自动生效，后来他说，哎、欸，这个没有办法加，我去改嘛。后来一改啊，改可以由其他的招委来排。廖国栋当时候是承诺自动生效，那这个确实你们会有意见。那现在这一次没有要自动生效，还是要由招委在委员会有排入议程，同意之后才能够生效啦。所以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啦。哎、欸，那个燕秀委员跟民众委员，您对个想一个啦，哈，这一条先保留啦。好啊，您对特论一下啦啊、哦。不过真的是，如果一个会期，第一会期我们大概都会到六月底，第二会期是九月才开议嘛。如果你九月说九月十月不解冻，阿伯就麻烦了啦。好、哦，我可以接受，就是讲咱冻结拢超六分之一，我们有冻结六分之一的哦，前面啊。六分之一是15%，大概会分配在第三季、第四季啦。哦，咱拢做过修订，咱知影。但你九月没有跟他解冻，他第四最后一季就动不了了啦。有28，有38。你哪讲一个会期啦？不要三个月，三个月哦，真的是有一点剥夺委员会招委的权利啦。因为二三四四月份你都未摆，我五月我都摆啊嘞。好、哦，那好，一个会期啦。啊，你们回去想一下啦，好不好？那卖委的这些好不老，好不容易已经好。刚才我们回去第一个，谢谢院长，我们回去想一想，这第一点。第二点，其实这两三天、这几天的协商、喔，对啦，应该不质疑啦。而且主席，你看，你要动的，都基本上已经不会影响他业务了。比如说，你的基本人事会基本都已经拿掉了嘛，其实不会影响他业务了。我们要见到会对小姐。这个来签这个啦，啊，那个暂时在讨论啦。安尼，我讲一下诚意啊，吼，这当然是大家互相尊重啊，吼。这包括啥？到保卫首长吼，嘛去拜托啦，坦白讲啦，包括我们这在审预算哈，我在这做这么多天，天天陪替他们拼，很少部长来看过我，说了预算怎么办的，仍然感觉爽啊。相对的哈，各部位也要去做一些努力，尊重在野党啊。这样的良性互动底下，大家，哦，至少，老公进拜时阵吼，对吧？那疫情无啥爱注意听，今天啦，我讲真的很坦白，但是我们国家的推动，大家还是要放在心里的，好不好？那个情况还这样吧。迄、那个第六条，你先划掉。第六条先划掉。赶快。第六条划掉。哎、欸，那个燕秀伟，你看一下，看那个协商结论，你现在第六条没划掉。第六条。第二附件啊，你后看后面的附件，你要看。对，那个三个月那个、啊。附件。好，好不好？那个啊，但是哦，你们回去想一下，我们如果大家有结论啊，哦，愿意一会期，我们。下礼拜一我们再补，你们回去征询一下，下礼拜我们再补啦哈。好了，新枪，那一条先拿掉了。那个连秀梅啦，我拜托姐哈，我们还有一个案子在忘记了，住宅都跟。行政法的那个啊，李鸿钧也签了嘛哈，然后大家也签一签，那个报告实在这样的，拜托一下。不，我想问一个最基本，所以我们下去所谓保留的部分，就是一个案子一个案子来处理嘛，对不对？对，要逐案，不会去什么并到什么项里面去嘛。好，
把表决是逐案表决，逐案表决 ，OK。嗯，但是处理是这个项，这个项那里面你保留多少案这样子？那该表决就表决这样。你知道我意思不？哦，我们练是练项，因为我们院会是处理，可是表决是案，是案，好，不是案项啊。我知道了，我知道哈，好。哎，阿展，等一下，那个哦，蒋院士，拜托一下，现在法务部在谈嘛，叫我们可能要谈那个。还有你那个有明兄，你那个通山的部那个连结那个啊、哦，那个保留你就要整合变成一个统山案哦，还有那个三姐慰问金你要整合变一个案哦，那个不是每一个单位表决不是。因为那个是通山的部分，那个是通山啊，不然有些会落掉会不好。你就通山，你要不要三通山？你就把它列在通山的部分那一天的决议。好，好，院长，我有一两个主决议，劳动部的希望我提到行政院这边来，我是不是现在就一并送上来？好，你现在你反正你在九案之内，你就可以送进来。这不是九案之内的，这个很单纯的，这个不是主决议了。那并入，那大家看一下，并入通三的主决议嘛，并入通案的主决议啦。那个院系委员，院系委员，你这个是并入通那个，并入那个。通案还是行政院的，行政院的主决议，一个是通案，一个是通案，一个是行政院。好，没有新案是九案之内啊，来，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都是文字的啦，那一天讲的啦，对，那天可以啦，就好，那个给你要给，那还先保留，这个是保留案呐，对啊，保留案呐啊。还没处理，是算保留案啊。好，这样有没有问题？啊，你签没？哎，但是院长，那个通案的主决议应该还好，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可以签一签。没关系啊，给他们看过科就可以啊。好，那没有问题。因为是根据预算法。那现在要先保留，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看到里面的。好，那什么时候？那就大家请。你有看见？来来来，大家柯总再画押一下。很单纯啊，那两个案子很单纯。